昨天我们跟杰伦老师一起吃饭，他说要把静怡放在第二位，然后我们要把作品做好，然后再去说其他事情。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。对，其实我昨天还蛮严肃的，老实说，我其实平常没这么严肃过。昨天在跟学员，因为毕竟他们不了解这个演艺圈的生态，所以我把很多这个在今天不能说的，昨天都说完了。<笑>意思就是说，不要想那么多。 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其实这一刻的选择，真的希望不要伤到你们的心，好吗？谢谢，谢谢。我觉得这个 Elvis 讲这句话啊，真的说到我的心里了。我也希望所有的学员以后未来也是这种想法，跟那个 Elvis 一样，就是，我们今天这组 PK， 或者说我跟其他导师的学员 PK， 但是我们是朋友，这个 PK 就当做一个游戏。 好不好？就是当做一个表演给51位评审看而已，不要管我们4位导师，我们4位导师都是很喜欢你们的。